今天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机会可以抓住，但是应该抓住的没有抓住，这刚好对手有一个乌龙球，也算是有一点幸运。我们也很开心在温州，给我们这个一个幸运的场地，给我们两场比赛，我们也可以赢，然后我们就会进军那个杭州了。要放弃一些节日吧，当然好像你说中秋节如果大家跟家人一起是最好，但是运动员有时候你不可以想这些假期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球员也牺牲了很多的自己的时间啊，大家就是知道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要努力要争取奖牌。